心宝宝有我的一秒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玉梦妈妈的料理时间。我是郭豪，我是焦贤，我是翠红啊。是的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嘞？龟狗蛤蟆，阿拉在我们做什么？丝瓜蛤蜊。教育部表示要念蛤蜊，以后通通给我念丝瓜蛤蜊哦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食材有考你，丝瓜爱下皮无？爱，因为我看到考啊，就是考你啊。处理这个，这个卜啊，叫苦瓜、菜瓜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卜啊的菜瓜，什么都搞不清楚。卜啊的菜瓜有什么差别？菜瓜会把你尿，你摸起来手真粗。哦，卜啊，油油油。啊，要先把这个头切开。哦，然后呢？削个皮，后面啦，前后都切开了，屁头切掉，屁股也切掉，屁股也切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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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再无，哦，这样切掉。好，我然后你边切葱，这样我们就会哦边切葱，加速，哦、加速我们做菜的时间。不都要赶紧吃呢？哎，是讲我要请问你哦，隔离你有安怎处理无？哦，要吐沙。我讲一定要吐沙啦，吐沙就是你有水里面放一点仔盐，它就类似海水一样，你就感觉伊伫海水咧游泳，伊个沙就吐出来。好。啊，因为咱要切，咱要炒丝瓜嘛，对吧？所以葱其实可以断啦，可以葱用断。好，葱切断。葱切。切断啦，切断啊，这比较简单。啊，就安尼弄个切落，啊，你弄切落，切落，切落。好，在烤丝瓜的时候呢，要问他们一些比较深层的问题。你小时候看到外公外婆腌瓜皮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你有什么感触吗？我跟外公，阮头那真酸，酸到要有鬼了。透早起来，因在困，我暗时啊放。放学回来，伊那袂回来，半暝才有回来，所以永远都看袂到爸爸妈妈。然后永远呢，去看到他们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在舞台表演，所有的舞声都是爸爸在演啊。所以爸爸爱爬练道，爱讲哦，很多的墙被僵尸倒，所以所有困难的武功都是爸爸在做。但我发现我妈妈很凉，妈妈就凉了。哎，我妈妈吼，无怪伊做早都爱收收起来，包包起来。因为外婆演技很差，这句话演技不好，我同意啦。但是讲我妈听了，伊家己嘛是哈哈大笑啦。来讲，对啦，我就是演技不好啊，所以让恁爸爸拢出去演啦，啊，恁爸爸赚钱回来，啊，我来处理安尼啦。所以我妈妈很早就收山了。丝瓜不是厚片吐司，厚片丝瓜，我刀工真的越来越好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看你们演戏啊，我基本上跟你是差不多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，你小时候你会把现实跟那个舞台上面混合在一起。哦、我小时候其实跟爸爸妈妈感情不好，因为很少可以见到爸爸妈妈。我回来的他们回家的时候我们都睡了，所以基本上相处时间很短。对，但是呢，我第一次被打，其实就是因为演戏，就是在台上你会忘记要讲什么，然后被大人牵出去的时候，我应该是要说呼我我不会照啦，呼我我不会照，就是很简单。可是我那时候只有三岁，然后我还记得我妈妈用她的手，爸妈分不清楚，对，我会一直叫她妈妈，或者是要干嘛，就是讲不出正确的台词，我妈妈就用她这只手打我的手，你知道吗？打在三岁小孩的身上，打手而已，真的很还好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？救救，我是呼王呼王呢！而且我记得最清楚的那个画面是，因为我被那个演太监还是大臣的抓住，然后你就说，到底要教几次？要教几次？到底要讲几次？再不好好做菜，小编要拿藤挑了，快把姜切完。
OK 啦，你不来插咯。试试看看，这个好吃。今麦你食这，你应该是菜龟，菜龟就想到什么龟？老泉金龟。你拄只讲要甲大家唱，紧嘞，我食你唱，开始。有点少了金龟，老泉繁华，两世你我一晚，变满花开。好食好食，烟雾团团。好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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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食！心焦切切，奔驰红砖，好食好食好食好。记得要持续的收看我们玉茂妈妈的料理时间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楼的厨房里，神奇的料理在这里。看我把这些剩菜剩饭，统统化腐朽为神奇。炒萝卜，炒萝卜，切切切。包饺子，包饺子，捏捏捏。撒一把帅气的胡椒，泡菜热腾腾。